你好，我是杨帆，我是那个不爱说话的杨帆。今天啊，到了这个 Bushcraft 那个创作日期。本来计划是到五一直播那个地方去，但是再三考虑啊，如果被抓的话，那个罚款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。然后就决定到这个天山牧场这边来，一个收费的地方。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今天我们一家四口全部出动。我上来了。我烧死了。这儿啊，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发现我用的是冻肉，没错，我用的就是冻肉。之前我在我之前的视频很多次说过，食材好是不怕冻的，尤其是像包装好之后，就是把它密封好一点，不要让水分流失，对口感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。因为我们家的鸡就是秋天宰，然后到都可以吃到第二年夏天，甚至到第二年的秋天。都不会影响什么口感。妈妈不，这是我来的，不要，跑掉了。叶子，你刚刚是不是吃那个吃包谷了？不是吃包谷了，好好吃。这很快就干了，外面不是往下吹，我想往里面吹一点，往下吹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嗯，好嘞。来，给我一个。我手上太脏了。不用解释，我知道。他都替我去掏。好的。哦，那个没有了，就是一点一点扎扎的了。哎呀！是不是应该喂给你的？咋？你还要从我嘴里吃？你要从爸爸嘴里面掏出来？我去下个火，我去下个火。水开了，水开了，煮个皮沫子吧。这个炉子真好，这炉子真好。
我没有打广告，这也没有任何品牌，也没有任何店门店。不够了。我只是评价这个炉子好，就这种炉子好。你小心怎么说的？这个东西用上了啊！真想哭啊！删掉了。不会。你是广告了。小妹儿，这妈跟那老父母还没见面呢。啊，这地方不小嘛。不是跟那个小姐姐跳段舞呗？那人家怎么跳的？你看人家咋跳的？哎，对，跳。黑宝宝呢？哎呀，他喜欢跟他玩的很。宝宝，哇，睫毛长长的。你脸怎么那么黄？啊？听不懂。能听懂汉语？听不懂。说的是英语。裙子很长。叶子，不要往那去，那有火。哎呀，别往去。哎呦。叶子来。让我左右拥抱一个，来！哎呀！左右拥抱！哎！你也坐这儿来，坐，咱们也坐一块儿。哎！嗯，抱着妹妹。搁线了。哦，有线吗？有电吗？有电吗？刺猬。刺猬？不然刺猬你都知道呢？刺猬。你咋知道刺猬的啊？谁就是这个刺猬吗？过呢。过呢。那你叫妈妈宠吗？行不行？我都没咋见过刺猬。刺猬。那不是刺猬。线，你今天脸好白呀！又吃，掉不下去，妈妈抱着呢。哎，不吃，脏的，扔掉，吃饭去了。嘿，吃饭了，饭还没吃呢。你们的饭一会儿就好了啊！正在做。等吧。你好了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好了？你起来。现在我要把琴放下。等一会儿，这个火着完之后，你看火明火灭了之后，我要烤两个洋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样的洋芋，放了没灰，放了直接放到灰面就行了。我先把这个东西取掉，可以不用这个东西。然后把这个土豆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。最好是把它冻一冻，把它埋在灰底下去。有蚂蚁呢啊！我跟你说。哎，这有骨头，你可以直接啃骨头嘛。
先捞这么多。吃呢。这个烤饱了，好了，给吃肉，吃肉。说啥？咋了？不吃？你咋不吃啊？那肉坨了。这个肉不错。来，给你那块瘦肉。夹子是不是？吃啊！你这样子，来。哈哈哈！明哥，吃。你在抓蝴蝶呢？我的妈呀，抓那么大！明哥。宁宁，滚！董宁宁，滚！吃肉。叶子宝贝，过来吃。来吃肉。快来，叶子。叶子。叶子。之前我吃手抓肉，很多人说怎么那么矫情，把肉一个一点点削出来。你们不知道，在内蒙、在新疆吃肉都是这样吃的。再就是我也不喜欢这样啃骨头，尤其是杖子的，不好啃，都是把它削下来。然后就像刚才我那样卤过瘾，啃这个太麻烦了。是吧，这个吃肉啊就必须要喝点肉汤，但是在外面不方便，这个肉汤放在这儿，因为在室外风又比较大，它都已经不烫了，肉汤必须要烫着喝才舒服。我先尝点肉汤，感觉也还不错。等一下回去把它带回去，回去热一下，然后喝热的。